一个介绍哈，好，当时不想耽误各位休息的时间了哈。好，那这个是粉刷表，粉刷表其实它的做法是把所有的装修材料哈，把它列，用表列式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哈。那这个做出来的话，你可以看到第一个，它先告诉你是楼层别，再来空间别，再来是你看地坪，啊，踢脚。啊、哦，墙面、天花，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，空间别做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在这个空间别里面用圆圈的方式勾选，这就是我们所谓叫表列式的粉刷表啊、哦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就大概是我们建筑图的部分啊、哦，有这些东西。OK，好，那粉刷表讲不到1分钟。